惊悚一瞬间。女童险溺毙泳池挣扎30秒无人发现。惊悚一瞬间。如果是你，你会注意到影片中有人快溺水了吗？美国一处热闹游泳池内，一名小女孩一再挥舞双手，拼命将头抬高试图浮出水面。她挣扎了至少30秒，却无人发现她正慢慢溺水。据信在美国拍下的90秒短片中，一名女童一再从人造波浪中消失，旁边的人完全没发现她身陷危险。女童的脚几乎够不到底部，画面可以看到她努力避免沉到水下，她努力踢水让头浮出水面。她似乎一度捏住鼻子避免吸入水。就在千钧一发之际，一名女救生员发现无助的女童，赶紧纵身跳入水中，及时游到小女孩身旁，让她趴在浮条上，再把她带到池边。根据水上安全专家，几乎半数溺毙的孩童溺水的点都在距离家长或大人的25码（约23公尺）以内。幸好救生员成功救起女童，但她后来情况如何并不清楚。